黎诺尔呢日出席网络平台活动。咦，诺尔，你条颈做咩红红地嘅？唔通系同老婆真系恩爱啊？哦，佢哋谂住我同我老婆咧，即系结咗婚都接近五年啦，就相识咗七年，咁冇咗火花。咁我同老婆点会冇火花？有嘅，不过当然就大家唔好乱谂嘢啦，喺个厂突然间有蚊啫，咁啊咬咗我两粒啫，咁大家就即系佢哋要全部关心我，惊我即系唔啲咩，唔急起直追翻个女，惊我唔够热情，咁但系最近真系开紧剧，咁啊所以就冇得热情住啦，系啦，剧中间可能会好啲，等我完全摸索翻拍剧嗰个节奏同进度先，因为啱啱开剧开咗第四日啦。咁啊，有好多真係要摸索翻同啲對手，尤其是因為今次嘅對手係好強，有話小紅姐啊、阿小一哥啊、袁偉豪啊、阿黃浩信，你哋個個都好強。咁所以希望即係依幾日可以即係捉緊啲自己嘅角色啦。咁啊，等中間啦，我諗劇中間你見我完全係嗰個角色嘅時候咧，咁就可以就進行第啲嘢，即係個心散少少去做第啲嘢噶啦，係。